掉毛少的狗。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比如短毛犬、卷毛犬相对于长毛犬就属于掉毛量少的狗。比如蝴蝶犬，蝴蝶犬是一种小型犬种，虽然它的毛发比较长，却掉得很少。八哥这种狗狗具有优良及爱干净的个性，不需要经常运动和整理毛发，而且不容易掉毛。泰迪也叫贵宾犬，是平时我们见得最多的宠物狗之一，它拥有卷曲型和绳索型毛发，不容易掉落。比熊作为原产地于地中海地区的比熊犬，属于小型犬种，它们基本上不会自然脱毛，因此需要主人对它的毛发进行不定期的打理。此外，圣伯纳犬、约克夏梗犬等也不掉毛。同时，如果不希望狗狗掉毛过于严重，可以给狗狗吃一些鱼油、卵磷脂等改善毛发质量，还有保证狗狗营养充分，盐分摄入合理，这样毛发掉的也就没那么快了。